好，最后我们就谈这个孔径辐射器 aperture radiator。通常我们就是利用天线上面的电流的分布状况来分析天线所产生的辐射特性，对不对？你电流是什么样子的，它辐射的特性就是怎么样。那么我们以前都讲过，我们是按照这三个步骤，有电流的分布，求它的磁向量位，然后再求它的 H 场，然后再求它的电场。可是啊，在很多的情况之下，电磁辐射我们看到好像是从某一个封闭导体的缺口或者小孔放射出来，好像这个从这个口里面放射出来啊，它的辐射源，它一定有辐射源呢、啊、辐射源是在一定在某一个地方，而且这个辐射源是怎么样呢，是随时间变化的电流。不过啊，这个电流分布的情况啊，我们不得而知啊，我们只知道它从那里出来，而且也很难测定啊。这样的辐射系统与偶极天线啊就十分的不一样啊，需要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分析啊。以前我们是用这种方法分析，知道电流求 A， 求知道 A 求 H， 知道 H 求 E 啊。现在你根本电流怎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你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样来求啊。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们孔径辐射器或者孔径天线啊，这些就是所谓的啊不一样，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啊孔径辐射器或者孔径天线，我们要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分析。像这一类的，像什么东西呢？像狭缝辐射器、喇叭辐射器、反射器、透镜等等啊，像这个狭缝型、喇叭型啊，像这个是这里窥入辐射出来，然后再反射出来啊，这个是窥入电流从这里窥入，然后从这里辐射出来，然后经过这个透镜呢。啊，变成一个平行的啊，就是变成一个好像平面波一样啊。好，我们现在要用近视孔径方法来分析哈、啊。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它跟前面不一样啊、哦。它是假设电场跟磁场仅仅存在于孔径区域里头。包括孔径在内的无限大平面的其他地方，电场与磁场都是零。这个是它只是在哪里，在这个里头，这孔径的里头，在这个里头啊，在这个里头，这个里头啊，这个外面孔径本身也算了啊，外面啊都没有这种啊辐射场。其实它就是说它的 source 没有这个 source。 好，其他的地方啊，就假定就没有这个 source。 好，我们以11-32图 A 啊，就是这个狭缝这个情况来看，由导波管激发之主要 TE10 模式的电场通常是半正弦函数，这个是我起初没有写，后来我把它写出来了啊，写出来，因为我们前面导出来过嘛，在这个长方形的矩形坡导里面哈、啊，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它是怎么样，跟 x 方向，它是 sin pi over a 乘 x， 所以它 x 等于零。跟 x 等于 a， 就是这个狭缝两端的地方啊 ，e 等于零啊。那么狭缝的 x 等于零的地方，狭缝当中的地方呢，啊，这个是最大啊，最大值出现于狭缝的中央，
而向狭缝两端减小。好，11-32图 B 的喇叭辐射器孔径的电磁场是用导波激发，它用导波波导激发，再向无限大范围的喇叭口外传播，啊，它是这样子的，从里头激发以后向外面传播，啊，这个 C 跟 D 图呢，是应用几何光学的原理，将最初供应器发射的辐射线反射或者穿射到孔径外面，啊，这是辐射出来，然后反射，啊，然后这是辐射出来以后穿射。好，然后这里说我们用这种模式激发的电场在平面孔径的地方接近于线性偏振，这个接近于这个线性的偏振啊，就说你我们这个 Z 不算了啊，那么它就是 Y 方向的偏振，由几何光学导致的偏差我们假定忽略不计，它就是说这个它一个框框嘛哈，这个导的它产生一些微的这个偏差我们不管它啊，那么将整个孔径当作有均匀的相位，其远区域的电场啊可以由这个分布于孔径的电场做二维傅立叶积分而得啊，我们假设孔径是均匀相位的话呢，那么它的原场我们可以用啊，用这个 Fourier，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等等我们会导出啊 Fourier。 好，现在我们说假设哈，这个就是这个图啊，那么我加了一条这个 R 向量从这个原点到狭缝的某一点 XY R 向量。好，现在令这个图啊，它是电流为 X 方向的偏振的线偏振，电流是线偏振啊，假定它是 X 方向的线偏振，相位呢没有变化，相位都一样。好，我们就假设啊，这个孔径这个地方的电场啊都是 X 方向啊，大小都一样，嘿，大小都一样。假如孔径的大小规格比狭缝处的坡长大很多的话，就好像我们一个坡，像我们各位学光学就知道，如果一个狭缝比波长大很多的话，那这个波通过这个狭缝就不会产生，我们说是说它不会产生绕射，实际上是有绕射了，这个绕射图案呢很狭窄，你看不出来了啊，我们就说没有这个绕射啊，所以它辐射场的能量几乎全部包在这个 Z 轴的小角度范围里头啊，穿过去它不会绕射，绕射的话就会分布很广啊，啊，就是在 Z 轴啊 Z 轴小角度的这个范围内啊，在很远的一个地方 P 点，假定它的坐标是从这里开始，圆柱坐标那是 R0θφ， 它的原场呢我们可以证明可以写成这样子，这个我们没有导出来，书上也没有导出来啊，它是由另外一本书跟另外一个文献里面的它去参考出来的啊，假设它是这一点的电场假定也是 X 偏振，大小是 EP，然后这个 EP 呢是等于这个值，
等于这个字哈，它跟波长成反比。然后呢，啊，你看这个里头，它是 x prime y prime，x prime y prime 它就代表有 prime 就是代表 source region， 啊，就是狭缝这个地方里头有电源的这个区域，啊，我们用 prime。那没有电源的区域，像这个地方啊，啊，像这里你如果用 x y z 来表示的话，它就是 x y z， 没有 prime 啊，所以这是两组坐标啊，啊，一个是 x prime y prime， 一个是这个 x y 啊，电场证明可以是这个。好，然后呢，我们当贝塔 r 远大于一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图哈，你先看这里，啊，看这个图 ，R 是这个，这是这一点了，啊，它到原点是 R 零了，你到这个狭缝的任何一点的距离是 R， 啊 ，R， 好，那么 R 呢，假定比 R 零小 ，R 比 R 零小，那么。那它就等于 R0 要减掉什么呢？减掉我们当作这个向量在这个地方的投影，哎，这个投影就是什么，等于这个 R 向量 dot AR 啊，它成 cosine 这个角度嘛，啊，所以它就是 R 减掉这个就是那个向量啊，那个 R 向量 dot AR。好，那么 AR 呢，啊，那么我们用圆柱坐标表示出来，用笛卡尔坐标表示出来，啊，它是这个样，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它是 prime 哈，这里就不是 prime 了，啊，最后这是角度没关系哈，就是说这个是 R 的话 R 相当它是在这个圆区啊，所以用 prime 啊，好，这两个 dot 起来，这一项就没有了，就剩下这个啊。我们把这个值带到这个里头去，记住，这个 beta r 远大于一啊 ，beta r 远大于一。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带进去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lambda r 零啊，这个我们就用这个。J 贝塔 R 零来带，然后这里头的 F 这就是它的什么 antenna 啊 pattern，antenna pattern 天线的模式就变成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一个 Fourier transform 啊。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模式。里头的 f theta phi 这个是用 x y 来表示的啊，这个地方是用 x prime y prime 来表示的啊，那么这是 Fourier transform 啊，所以那这个 Fourier transform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可以求这个啊，反过来你知道这个也可以求这个啊，那么这是它的就是说它的你要知道它电场的分布，我们可以测出它的这个电场出来啊，这是它的模式啊，什么角度的时候它的电场是多少啊啊，这个知道是可以求这个，对不对啊，本来我们是不知道它在哪里了啊。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积分呢来积出来，或我们先来假设如果我们有一个矩形的孔径，它的规格是 A cross B， 我们用分离变数法把这个电场，这是 aperture 的电场啊，把它变成这两个个别都用 x prime y prime 来表示的两个函数的乘积，于是这个式子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带进来以后那么 x prime 的
我们就跟这个就归在 X prime 这里来积分啊，那这个 X prime 也提出来在这边，那 Y prime 呢就用这个积分，那这个就归到 Y prime， OK， 那 Y prime。好，如果我们仅对主平面的模式有兴趣，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做一个进化。什么叫主平面呢？就好像我们讲透镜的时候啊，它的主轴就是什么轴呢？就是从这个坡源啊到这个坡源的像连一条直线，就经过这个透镜的中间呢，那个叫主轴，含有主轴的这个面就叫做主平面。那现在就等于是还有这个的面的主平面，还有 Z 轴，还有 Z 轴啊哈，含有 Z 轴的话呢，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是 XZ 平面 ，XZ 平面，这个跟这个构成的啊，就是。这个平面啊，这个平面，哎，这个平面上面的 phi 等于零啊，这个平面 phi 角就是从这是 z 啊，这是 z 轴 ，c 它是从 z 轴啊 ，z 轴在这里啊 ，z 轴在这里。西塔是从 z 开始算的 ，phi 角呢是从 x 轴开始算过来，啊 ，x 轴开始。如果你这个啊，在 x 既然含有这个线，那么这个 phi 角就是零了，啊 ，phi 角就是零。好，那么 phi 等于零，那我们带进去，这个就等于一 ，f1 就是一啊，就是分子。只剩下这个 F2 呢，因为 sin phi 零度等于零，那 exponential 就是一，所以它只剩下 F2 y prime。 这个积分呢，这仅仅对 y 积分呢，仅仅对 y 积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C1 啊 C1 OK C1， 然后这个呢不动哈，还是它好，适中 C1 为常数，由上次可以知道 XZ 平面上的辐射模式仅与分布于孔径 X prime 方向的电场有关，只跟 X prime 方向的电场有关。你看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一个常数了啊，一个常数，那么啊它这个 X prime 跟 Y 都没有关系了啊！你看 YZ 面 ，YZ 平面 ，YZ 平面就是这个平面，这个啊，跟这个，还有这个轴的平面，哎，好，那么从 X 轴到 Y 这个地方是九十度 ，phi 角是九十度 ，phi 角九十度 ，phi 角九十度的话呢，那上个世纪就变成这样子了，因为。因为这个九十度，九十度的话，这个是零，所以 exponential 这个就变成一了，它就是 f1 的积分。啊，这个地方九十度就变成一，它所以它有这一项，啊，不错，所以它就变成这两个积分。然后这个可以积出来 ，c2 这是常数，然后剩下的就是跟 y prime 有关。啊，所以 YZ 平面上的辐射场型仅仅与分布于孔径 Y prime 方向的电场有关。好，现在我们知道它的天线的模式，那么它的方向性是怎么样呢？我们由这个来计算，这是我们。讲天线一开头就讲的啊，一开头就讲的。好，那么像这个就是到达这个天线的这个
它的能量啊最大值嘛。好，那么它的 maximum 我们从这个来看啊，这个其实啊就等于是 power 一样的啊， power 一样。好，那么它是等于 average power density 乘上这个 r 平方是面积，这是11-65里面的。那么这个 maxima 呢就相当于这个啊这个 maxima， 对啊，这个 maxima r 我们就 r0 来带，这个 maxima 的话呢它就是 2n0 eta0/1p， 这个就等于因为这个强度啊，强度就是电场的平方成，以电场平方成正比的，有这样的值。好，那现在我们再把11-65式，我们把这个式子啊，这个式子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式，这个没这里没有写出来，讲义上应该有写啊。那把这个式子带到这个里头来，我们就得 U maximum。都等于这个值啊，等于这个值。好，总辐射功率呢，它的定义就是这个。总辐射功率，这个是它的电场的平方乘上面积了啊。电场平方是跟强度成比例了啊，乘上面积的话就是它的。它的这个 power 是多少啊？嗯，好，那么将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啊 ，U maximum 是这个啊，带到这里来，有一部分约掉了啊，那 P 呢啊带到这个里头来啊，变成这样子的。变成这个式子啊，这个式子里头我们现在再看一个，如果这个电场是常数的话，就是我们假设它是均匀分布的时候，这个是常数可以提出来，常数就提出积分号，约掉了，约掉以后这个积分呢就是面积的平方，对不对，这个积分是面积，所以最后它就等于4π of lambda 平方乘上 effective area 啊，那么就成了面积了，孔径的面积了，这就跟这个是11-38式啊相符合啊。我们看最后的两个例题啊。好，这个例题是说有一个矩形的孔径，电场做均匀分布，求主平面上面的模式函数 Fθ(φ)、啊、还有半功率频宽，第一个零点的位置，第一个旁坡半的强度级数。好，我们现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这个当作一好了，这两个都当作一了啊。好，在这个平面上面，它模式函数是这个，模式函数是这个。好，当 phi 等于零的话呢 ，phi 等于零的话，这个是零了，这个是什么 ？y prime 的 ，y prime 就变成这个啊，那这个变成一了啊，所以 x prime 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两个，这个积分就是。1/2b 减掉-2/b 就是等于 b 啊，就是乘上这个积分，这个很容易积分哈，它就是啊，我们乘一个这个，除一个这个啊，变成这个积分，然后把这个带进去 ，exponential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变成-2j 啊，-2j。sin 的这个角，1/2的这个就是这个角，
二在这里，哎，负二阶，好，约掉以后变成这个阶，这个就变成这个，这是二派 over lambda， 二跟二约掉了，这是派 a over lambda 乘三 a 啊，是这个阶。好，如果 yz 平面呢，照刚刚的处理方法 ，cosi 等于二分之派，我们就是这两个积分。那第一个积分积出来就是二，就是 a。那第二个积分跟刚刚一样的积法，也是 a b sin cosi。啊，好，那么这是七，这是七十七呀。写成七十六，啊，这个式子跟上面一个式子，跟下列的均匀直线的天线阵列的函数模式相类似。你看，我们以前讲这个，啊，直线的天线阵列，啊，有 n 个的时候，它的 a phi 是这个啊，阵列模式函数，啊，都是。同一种类型啊，也是sin这个角度啊。好，现在求半功率的时候，现在要，这就是它的天线模式了啊。好，现在我们求半功率的宽度，半功率宽度呢，我们就用这个啊，令这个整个这个东西。等于根号二分之一，啊，它是一个正二分之一，正的这个一个是负的这个了，啊，这是amplitude 是这个样子了，啊，如果是功率的话就是二分之一了啊。好，那么我们从这里头啊，像这个式子，我们不是用这个三角，不是用这个。就三角方程式，你就是插表嘛，这个是零点七零七啊，你看看 sin 的角度啊，比上这个要等于零点七零七，就是慢慢对啊，就发现呢，这个 cosi 啊是等于一点三九，等于弧度了啊，也等于大小了。好，那么我们把这个从解这个式子，从这里头我们可以解出来 ，sin 西塔二分之一就是半平带宽，它这个张开的这个角度啊，是零点四四二乘上 lambda over a 啊，主要就是说你要知道从这里求了啊。当孔径足够大的时候。孔径足够大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是它的一半，对不对啊？它两倍的这个就是差不多是这么大小，那这个是用 degree 来表示，这个是 radian 来表示。好，现在我们看它要求第一个零点出现在哪里呢？零点出现就是你这个等于零啊，第一个零在哪里呢？这个零当这个等于派的时候，这个等于零不可以哦，要这个等于派才可以 啊，这个等于零的话它是等于一哦啊，所以是当这个值等于派的时候啊，那从这里我们可以解出来啊，这个西塔呢啊，从这里解西塔差不多是这么多 radian。 好，就第一个旁波瓣的位置，第一个旁波瓣的位置啊，那就是你这个第一个旁波瓣的位置，我们从这个图形来看嘛，哈，图形来看，那么就是当这个，等等哈，当这个对 cosi 的这个，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它的 amplitude 啊，就是这个东西啊。amplitude 啊 ，amplitude 啊，
那么 amplitude 它要等于零的话，就是这个曲线啊，曲线是这样子的，当中是这样子，当中一个这样子啊，然后再来一个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好，当这个跑到尖尖的地方跑到这里来的时候，那就是什么，这个它的这个就是令它的这个第一次导函数，对 Poisson 的第一次导函数要等于零，这个导函数第一这个导出来就是这个值，导出来这个值，然后从这里头我们可以写出来啊 tangent 这是负的哈 tangent Poisson 等于 Poisson， 我们也是从这个函数表上面去查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当这个角的 tangent 这个角的正切函数等于它的时候，它就等于是 1.37 π 啊，于是我们就啊就得到这个要等于啊 sin 1.37 π/1.37 π 等于0.23啊，我们参照Poisson 等于零的时候，这个等于一，这就是第一个庞波段的强度啊，啊强度，好，那么啊这个强度呢，强度我们用这个 dB 这个式子来算，是12.77，就是比这个，假定这个等于一的话，那这个强度就是比它要少掉一个12.77个 dB。好，最后一个，如果有一个半径为 b 的圆孔坐落在 z 等于零的导体平面上面 ，z 等于零的导体平面，啊，线偏振电场的 aperture 的电场均匀分布于圆孔上是均匀的。假设 b 大于波长，半径大于波长，它也是，不太会形成这个，好像这个绕射图案啊。现在要求电场的原场表示是：第一个零点，第一对零点间的主波瓣的宽度，第一对零点间啊，它不是等于这个，像我们刚刚那个根号二分之一啊，啊，不是用那个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前面。导出矩形天线，不是我们没有导出来哈，是利用别人导出来的，它是这个式子，矩形天线，这坐标是有 x'y'。 那现在我们用圆孔天线，就是将上式的转换成为极坐标， x' 等于这个， y' 是等于这个。好，那 x' cosine theta cosine phi 加上 y prime sin phi 就等于这个值啊，啊，这个可以化成 rho prime cosine phi 减 phi prime， rho prime 就是半径啊，就是那个圆柱坐标的半径，于是这个天线模式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OK， 啊，这个积分你看，因为啊。这个积分我们用这个用这两个积分啊，先用这个积分等于2π J0这个，好，那么我们就啊就把这个乘上这个 5π 啊，就变成这个积分，然后这个积分呢我们再用这个结果啊，用这个结果，这个是贝索方程啊，可以得到这个式子，它的就是说圆孔辐射圆孔这个孔径啊，它的天线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 J1U 就是第一类的 Bessel function。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把上面这个式子带到这个里头来，就是把我们求出来的 f c 的 phi 带到这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 u 就是这个值了，啊 ，u 就是这个值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啊，原厂的表示式啊，原厂表示式就可以用这个，就是代表 p 点的电场嘛，啊，就是这个式。好，辐射模式第一个零点位于 JU 的第一个零值，我们从这个第十章第二表里头得到，这个时候 U11 是 3.832， U11 等于这个，啊 ，U11 又等于二派 b over lambda 乘三西塔 1， 等于 3.832。啊，从这里可以解出西塔 1等于这个。好，事中这个啊，第一了，也就是我就漏掉了。第一是圆孔的直径啊，圆孔的直径就二派啊，二派，第一就是等于圆孔的直径了啊，所以两个零点间的主波半宽度是二西塔 1等于2.44。lambda over d 啊，好，那么宽的 a 等于 d 的矩形孔径第一个零点在这里，这是矩形孔径了，当它的 a 它的宽度 a 等于 d， 就是等于我们刚刚这个圆孔这个直径的时候啊，第一个零点是这个值，而圆孔的第一个零点呢算出来是等于这个，这个式子有没有很熟悉啊？这个谱物里头都有讲过啊。可是圆孔主波半的宽度比矩形孔径主波半的宽度为宽，这个比这个宽啊，比这个宽。哎，相反的，圆孔第一个旁波半强度算出来是0.13，这个强度比最强的辐射强度，最强的辐射强度要低这么多，这个值比矩形的孔径，就第一个旁波半，它是12.77为低，矩形的只有12.77，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17.7个 dB， 啊，所以，它的这个，旁波半比较小。圆孔型的比较小，哎，就是圆孔的要比较低啊，那么矩形的就比较高一点，哎，好，那么我们天线呢就这样的简单做一个介绍，这个介绍里面呢我们并没有牵涉到很多的计算啊，因为那个计算呢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普通的这个积分来算，可能要用这个数值分析法啊，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介绍而已。好，那我们就这一学期全部的课程就到此结束。